这你还记得？没有，其实我们这个不是小酒，我们这个是接待。接待。天台。销售机。这个叫，反正不是。我这中间断了一回，不小心给我按到锁键。来，赶紧把这个摆起来。摆哪儿？就摆里面呗，啊，摆外面。来来来。相机还没我手机清楚。对，你摆着呢，把你名字摆出来，不更好看？你要全部摆出来吗，哥？啊？还有这个？中间断了一回，要不然这视频大的喂都发不过去。好，可以了。还来听懂吗？听不听？